今日呢間東南亞菜，我之前在中山為了吃它在條巷仔度足足排了成粒鐘。我今天嚟吃它大兩點，我一早就過了嚟，我睇下邊個早得過我。呢度的裝修很東南亞街頭風，佢哋嘅特別越南冬粉38蚊，齋粉20起底，跟住加一樣肉是5蚊雞，跟住我全加了，眼見不一定為實，就是佢嘅湯底睇起身係好清，但係飲起身係好濃，可以試下好濃嘅牛骨味。覺得滯就可以擠啲檸檬汁，加落去超好食。小米辣，佢啲牛肉唔係生落去嘅，如果生落去就會仲原味。咩都有啲，拼盤都係38蚊。豬頸肉，我之前嘅喎，佢哋呢度有一款嘢叫做冬陰功梳打水，佢真係有辣椒喺入邊。哇，好辣啊！有啲香茅，有啲檸檬，幾特別喎。但係如果你食辣嘢，你飲呢個就解唔到辣。